娱乐八卦一语道破。大家好，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吴磊赵露思深夜约会被发现了，就知道他俩是真的。约会结束后一起回家，难不成还同居了吗？回想吴磊赵露思的各种互动细节，才后知原来两人的恋情早就不是一个秘密。12月17日，腾讯视频 V 世界2023年度盛典在广州星海演艺中心拉开帷幕。这一天，众星云集红毯，内娱一众大腕悉数到场。然而所有明星里，最让人瞩目的非吴磊和赵露思莫属。他们虽未同框，却在台上台下频频有眼神和小动作暗自交流，直击人心。本以为星汉灿烂后，吴赵 CP 已经淡出人们视线，没想到一年过去，这对荧幕情侣今夜重逢，依然让人看到他们眼神交流的柔情蜜意。究竟这一年来，吴磊赵露思之间还上演着怎样的故事？这一年，赵露思凭借古装剧《神隐》在演技上有了质的飞跃，坐实实力派小花之名。当晚，她带领剧组亮相红毯，与男主演王安宇一同接受采访。只见王安宇体贴入微，一只手轻轻搭在赵露思背后，面带微笑引领着她，另一只手自然下垂，随时准备扶持。两人穿戴整齐，神态从容，十分般配。然而这完美如画的画面，在观众眼里却掀不起任何波澜，他们似乎还沉浸在赵露思和吴磊的糖水中无法自拔。有粉丝直言，就算王安宇一整晚这样护着赵露思，也抵不过吴磊给他一个眼神。果然，当吴磊应邀上台领奖时，镜头切换，赵露思便恰到好处地出现在画面中。她换上水墨色高级定制礼服，披上外套，露出两条玉腿，样子惹眼动人。在众星的簇拥下，他眼神温柔，嘴角含笑，双手有节奏的击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台上的吴磊。吴磊频频偷瞄，眼神出卖星际奇石，但往吴磊和赵露思的座位相距甚远，中间隔了十几个人。他要是不刻意去看，根本注意不到那么遥远的角落。但是多位网友却发现，吴磊在颁奖礼上频频向赵露思所在方向偷瞄，而且眼神格外温柔。有的时候，当其他人都在盯着舞台或低头玩手机时，吴磊还在盯着赵露思看。赵露思起身离场时，吴磊的眼神也一直跟随着他的身影，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种种迹象表明，吴磊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赵露思的身上。粉丝也对比了吴磊看不同人时的表情，平时那个清冷禁欲的少年，此时眼中却满是笑意，眉眼弯弯，眼波流转，饱含深情。这与他看其他明星时的淡漠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赵露思对于他来说不是一般的存在。CP 粉，他们是真心为对方开心，看到这番画面，CP 粉们自然是欣喜若狂。他们评论道，无论台上台下，两人始终不忘互相致意，眼神交流暖了冬天，连望都这么甜蜜，真的被宠坏了。对此，也有看客认为，就算两人现在不是情侣关系，也确实真心为对方的成功高兴。就算只是普通朋友，也已经超越了寻常的友谊。不论以后吴磊赵露思是否还会有更多消息放出，他们此时此刻的状态已经足够让人再次相信世上真的有纯粹的感情存在。那些年的绯闻，他们是否早已情定？其实追溯吴磊和赵露思的交集，他们缘分并不算深，直到2021年的星汉灿烂将两人牵在了一起。那时两人均是当红小生花，荧幕情侣的设置一时间掀起热议。年少轻狂的他们在剧中大胆献吻，戏外也经常互动，被粉丝封为国民 CP。 随后绯闻不断，2022年初，两人同游云南，被拍到深夜独处的画面。同年7月，又同赴英国留学。在异国他乡，他们似乎成为彼此唯一的依靠。最近吴磊赵金麦在暴雪时分正在热播，所以赵露思和赵金麦谁与吴磊更有 CP 感，成为了网友热议的话题。吴磊和赵金麦在剧中的吻戏又甜又语，看得人脸红心跳，还未开播就让网友们热议不断。吴磊和赵金麦都是童星出道，两人经历比较类似，都是年轻有演技的演员。在电视剧《在暴雪时分》中，
吴磊和赵今麦展示了多达15个不同的亲密场景，从深情的手牵手与眼神交汇到两人之间充满暧昧氛围的接吻，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两人的 CP 火花很强烈。去年的无路可逃 CP 让观众磕了起来，古装戏里两人的吻只是蜻蜓点水，与周雨彤合作的姐弟恋中两人热烈的吻大胆了许多，也把吴磊成年男人味激发了出来。在暴雪十分钟，吴磊充满霸气的壁咚场景中让整个人男友力爆棚，整个剧充满青春的氛围和激烈的情感，让大家充满期待。99年的吴磊与02年的赵今麦搭档，演绎了林易阳和因果的浪漫爱情故事，他们的异国他乡 CP 也成为观众的心头好。首次搭档演戏的吴磊和赵今麦是对新鲜的组合，两人都是童星出身，当年可称得上是小戏骨，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褪去了青春期的稚嫩，现在开始在影视剧中以大人的模样谈起恋爱。吴磊此前在《星汉灿烂》和《爱情而已》中展现出了成熟气质，赵今麦也凭借《开端》走出了邻家妹妹的印象，两位新生代演员都属于同龄人中演技方面的佼佼者，他们还分别是当年的北影第一和中戏第一。这次在《再暴雪十分钟》的合作可以说是两位学霸的强强联合。《再暴雪十分》改编自墨宝非宝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两位台球选手在异国他乡邂逅而引发的浪漫爱情故事，原著小说被称为运动文中的天花板，它在影视化改编之初就备受期待。男女主人公林易阳和因果的选角被定为吴磊和赵今麦后，令书粉感到比较满意。电视剧《再暴雪十分》播出之后，吴磊和赵今麦的表现更令观众感到惊喜。吴磊将林易阳的诸多层次诠释得十分到位，他既有面对因果的温柔体贴，又有面对球台的犀利专注，面对内心裂缝，又让他有着一丝阴郁和疏离感。而赵今麦饰演的九球少女因果是一个大四女生，她初出茅庐的纯真一面浑然天成，面对林易阳的悸动羞涩，又说尽了少女心事，令观众充满代入感。更重要的是，吴磊和赵今麦在剧中的异国他乡 CP 擦出了十足的火花，令人心动的是暧昧期的小互动，哪怕是轻轻触碰手指也能让人看得脸红心跳。剧中的男二号孟小冬由02年的小孩哥王新月扮演，他顶着一张冰块脸，有着自己卸不掉的骄傲，但其实又与林易阳惺惺相惜。王新月将孟小冬的气质拿捏得当，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原著作者墨宝非宝亲自参与了剧本的创作，保留了原著的精华和风格，让书粉倍感欣慰。在暴雪十分摒弃了甜爽风格，全剧在不疾不徐的节奏中讲述一段温暖而细腻的爱情故事，让观众体味纯真爱情的美好。该剧导演黄天仁曾执导过电视剧《想见你》，擅长对于爱情细节的把控。林易阳与因果在暴雪之夜一见钟情，两人的感情却是在相互了解和扶持中逐渐升温，前期的暧昧拉扯在无言中欲说还休，眼神中勾出来的丝丝缕缕那份微妙令观众拍手叫绝。此外，在暴雪十分在欧洲的实景拍摄也为营造出全剧的氛围感加分不少，整个剧组不惜跨越国界，历时117天，穿越三个国家11座城市，用唯美的镜头语言呈现出一个梦幻的冰雪世界，让观众沉溺于其中发生的温暖爱情故事。总之，不论是星汉灿烂还是再暴雪十分，都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吴磊在这两部剧的表现也都受到广泛好评。那么你觉得吴磊和赵今麦、赵露思谁更般配呢？